你好。好，请说。他说你旁边的人说，表示很爱你。把头过来问，把非常爱我。OK， 那昨天是什么日子啊？昨天是什么日子呢？新加坡国庆日是多少周年呢？昨天59年啊。那昨天我很荣幸的有参加一个祷告会。是由爱新加坡所主办的。很多华文的教会的会众都聚合在敬主堂。我们都 用很多的时间来做祷告。我觉得我需要还没有分享信息之前呢，我们需要为几个事项来感恩。所以，我们要为着谢谢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新加坡来感恩。那今天是要为着那国家新加坡来感恩。没有在和平上，第一个就是为着和平。第二个是为着和平。我们感谢上帝呢，赐予新加坡和平。感谢上帝赐予新加坡和平。公共安全稳定。就是我们的安全和稳定。让公民过上安全有序的生活。让公民有这样过着这个安全有序的生活。那这个事项呢，我们要做一个祷告。那我们就这样来做祷告。阿爸，天父，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。阿爸，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。我们能够在这边聚会都是凑巧的。那不要把这个别人来说是不是你是凑巧的。是你的。保护和看守。谁能够帮助打开门？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和平。在小路之间，我们得到有和平。我们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战争。那在达到第二世代和新的国家有战争。可是主，你特别的恩待新加坡。但是主你特别恩待新加坡。好像我们能够呢，安居乐业。然后呢，一定要安居乐业。国泰平安，国泰平安。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我们做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字。我们看在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字。Amen。第二个事项呢，我们要感谢主给我们有繁荣。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给我们繁荣。那其实感谢上帝呢，是以经济繁荣。其实那经济是繁荣的。我们新加坡有良好的生活水平。讲到新加坡有良好的生活水平。让我们看看新加坡好多的人都有安居乐业，有固定的住处，也是有良好的自来水。就是刚才讲的，我们台湾、新加坡呢都有比较安居乐业，有固定的住处，还是有个就是那个住哈，还是城市呢。我们所喝的是干净的水。那所喝的是干净的水。那就业机会和发展的资源。就业机会和发展的资源。阿门啦。阿门。阿门。最后一个就是人民。对啊，最后就是人民。我们感谢上帝赐予政治的稳定。那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的恩典。让新加坡能够呢。始终如意，治理国家稳步的前进。就是那个政治是稳定的，那么变到这个国家来看有点风险。有吗？如果你有看报纸、你看电视的话，你就发觉到很多国家他们的政府呢，一直的更改，一直的改换。好像看到有几个国家，然后来做我们的做我们的官。好不好？我们举手，我们来感谢我们的主。哦，哈利路亚！我们开口的时候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你给这美好的这个国家，好像我们能够在这边好好的来生活。感谢你，看到这个美好国家，看到变好好的这个生活。那主，你有美好的旨意。是啊，有美好的旨意。你要接受你的百姓。来接受那个百姓。把你的好消息。把那个好消息。通过我们的生命。通过那个生命。通过我们的见证。通过那个见证。来荣耀你的名字。来荣耀那个名字。说你来帮助我们。是啊，来帮助我们。不要内向。慢慢。相反的，我们要向外。来喜爱向光。给我们活出美好的见证，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。我们如此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，我们拍手来感谢主。拍手来感谢主。Amen, Amen， 感谢主。那教会在七月和八月的分享题目呢，是取自于约翰福音的。那听到啊，教会呢啊，七月的对对在刚刚到的这个福音呢，都是在约翰福音这个来接触来的。那我们发觉到在约翰福音呢，主耶稣有七个宣告。约翰福音来关注来说有七个宣告。也就是彰显了主耶稣基督的神性，就是彰显了主耶稣基督的神性。在旧约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十四节呢，当神向摩西展现的时候呢，那摩西问呢、我要告诉你的百姓，你是什么名？当时在旧约的时候，出埃及记那个记载就是当上帝向显出摩西的时候呢，当时摩西就问了上帝：“你的爱话是你们的，你的百姓当你是谁？”那英文的翻译就是说：“我是就是我是。”当时以英文的翻译就是大概“我是就是我是”。那我们华文听了好像很不顺一样。就是华文那听了说到我到了的哦，我是谁在？可是感谢主呢，我们的那些翻译者呢，就是把它翻译成说：“我是自由拥有的。”感谢上帝，就是一方华文的圣经来弄一句话语，翻译到“我是是无人无比”。让我来考大家一下，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一个“我是”是什么呢？因为是对的，耶稣在约翰福音来对对对对一代“我是是我是什么代呢？”我记得。把生命这两感谢主，主动的鼓掌。我是上面飞鸟。我们英文叫我是罗宾。英文就是大面包的是罗宾。I'm the bread of life。可是我们知道呢，不是每一样人他们的主要粮食都是这个面包。人家呢在搞到那三个国家哈，那吃的主要的食物不是瓜瓜是面包呢。那我们华人呢，我们说一定要吃，一定要吃米饭，一定要吃米饭。那东南亚啊，是华人就是有的是。那耶稣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学习到了耶稣宣告呢，我是世界的光。耶稣是圣神，好，那就是宣告我是世界的光。那第三周呢，耶稣说我是羊的门。耶稣三周那就宣告我是羊的门，我是羊的门。那上周呢，其他牧师就和我们分享说，耶稣宣告的我是好牧人。耶稣那礼拜大牧师就宣告耶稣三。宣告我是何牧师。那今天呢，靠着神的帮助呢，我却要和大家分享呢，耶稣的宣告说：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感谢上帝，谢谢上帝的能量。那今天所爱分享就是大概和我祷告，圣灵也祷告。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的记载呢，查阅了耶稣如何的来对待死亡。再从今天来到圣经来帮来查到耶稣如何来对待这个死亡。我们发觉到呢，没有一个人愿意的提到死亡这这件事。那也在到今天呢，好的查到死一个新的事情。我们唯一的华人，我们都拒绝呢要谈到这一件事。尤其是本人哈，那大家死哈，那个拜祖佛当心事的。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第一到十四节的，我们就看到耶稣他怎么样的来处理死亡。这个到约翰福音十一章一直到四十四节，我们可以写到耶稣一直如何来破坏这个死亡。那我们应来到约翰福音的这个决定性的时刻。最后来到约翰福音这个关键性的时刻。那耶稣证明了面对最可怕的现实呢？就是死亡本身。所以说这个口罩让人们对待心想家的这个享受，就是达到死亡之后。通过拉撒路的复活表明，他不仅是在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作战，而且是在以死亡呢本身来作战。所以就通过这个拉撒路的复活来表明了某件事，所以就是一个亚历山明白之后宗教领袖一能在那拉撒路作战哈，因为本身就是达到一个西方一个西方神的作战。这个神迹呢，引出了约翰福音的主耶稣七个我是中的第五个。所以大家先讲来看一下，就看到约翰福音第七个记载，我是来看一下是上教到动物的我是。
这是七个我是宣告中的高峰所在。对啊，他就是七个话题来讲啊，是等我开始其实是宣告啊，到高峰期了。耶稣宣称说：“复活在我。”哦，对啊，啊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；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所以公司啊，也说到，因为福音是十一章廿五十九节六十段说到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；凡活着，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阿门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阿门。耶稣本人已从死里复活。因为耶稣一封信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今天你和我所服侍的这位主是复活的主。所以我们今天说是从死里就是复活的主。我们复活的是由战胜罪恶和死亡的耶稣所保证的。所以那个复活是耶稣的战胜了罪恶的西方的耶稣所保证的。告诉你旁边的人说，耶稣他保证。那个平安，那个耶稣一保证。Amen, Amen。愿福音是决定性的时刻。所以呢，朋友，愿福音是决定性的时刻。我们看到从这里开始呢，耶稣就是朝向十字架。所以呢，朋友，到这个时候开始，耶稣就仰向这个。啊，十字架了。刚才我有提到的，耶稣也是在约翰福音，是在他行了七个神迹。那刚才是大大的约翰福音来帮耶稣，也是啊，有行了七个神迹。那当耶稣在宣告我是的时候呢？啊，所以当耶稣要宣告到万事的时候，这些犹太宗教领袖他们很不满。所以当时知道就是犹太那个耶稣哈，给宗教那些哈，要听捞耶稣了。他们已经到个地步，他们要把耶稣杀死。公司能捞一到一地步，他爱的才是一个掉。可是使徒约翰呢，要给我们看到呢，拉撒路的复活呢，是一个转折点。当时那开始到约翰福音一章四的时候，要可能开始跟拉撒路的复活这个时间哈，是在双脚变变。耶稣自己的死亡和复活呢，战胜了罪和死亡。所以耶稣也是通过一家子在西方的复活，来确认他有一战胜了这个罪的死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今天我要告诉你们，那些信主的在末日就会复活。所以让今天弟兄姐妹来再祷告，信主的人到末日的时候必爱复活。我让我重复一下，末日的复活。来。Amen。 所以从约翰福音十一章呢，我们要分三段的来讲解。所以第一福音第一章呢，来分三段来讲解。我们看到故事里面的记载，耶稣的三个行动啊，第一个就是呢，他延迟的出现啊，第二他出现，然后呢，耶稣的行动。所以第一福音第一章来讲解，那他就耶稣一家三啊。沙地即系行走，我第一日行走就是人次，人次点解出现到呢个地方？一到呢度出现呢个时候，所以到沙咧就沙到耶稣嘅行走。好，我叫小薇姐妹来为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一到第六节。我想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到第六节说到，有一个上帝的人名叫拉撒路，是啊，住到波士波大尼。就是玛利亚把他摘在马达的空中，在玛利亚就是那恩香膏抹住，有恩一个条摸擦他的脚底，用大地拉上了其他的孩子。他在门拿那主打法那处与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所爱的人得了。”耶稣听见就说：“这病不至于死。”乃是为生的荣耀，叫生的一切应受的荣耀。耶稣出来在马太和他的母亲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得了，就大声呼出时，奔跑了往去。哇！所以从这个经节当中，我们看到呢，
进阶的一开幕呢，就是以一个绝望的情愫来开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拉萨路病倒了。所以呢，他的这个家才是这个故事这个开幕哈，就是金角角幕哈，金星和主角这个层面。后面呢，因为这个拉萨路这个奈和大六，这个家庭有三个人。这个家庭有三个人。大姐就叫马大，大姐叫做马白。二妹叫做玛丽，叫做弟弟，二妹叫做玛丽。啊，玛丽亚对不起，弟弟呢叫做拉萨路。六个儿子是亚弟，叫做拉萨路。就当拉萨路病的时候呢，玛丽亚和马尔大呢，就向创造奇迹的耶稣传话说：“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”所以根据一个这个拉萨路病了哈，一个马白个玛丽亚去在门口一直传话给耶稣，给伊讲：“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”因为如果你有查阅约翰福音的话，你会发觉到呢，耶稣常常的来这个家庭。那是我好好去查这个恩赐，那是大家耶稣从小来到这个家庭来，他非常的疼爱这个家庭，亲近亲近这个家庭。啊，这个家庭也是过得去的。那这个家庭还是很温暖的。啊，耶稣的朋友病重了，他的姐妹呢非常担心拉萨路的生命的安全。所以根据耶稣的朋友就是拉萨路，他病了一病好烦恼，因为在山门内就亲近担心拉萨路一个生命安全。通常当我们听到我们所认识的人比较亲近的人呢，当我们听到他生病的话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可能打电话，或许我们会亲自的去探访这个人。所以都要还是他刚刚问就是有识的朋友哈，病了哈，那我先就是有一个问候啦，去探访啦，是他的人。可是今天当我们在阅读这个经节的时候，我们发觉到呢，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这并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病拉萨路，听着拉萨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处呢扔住了两天。刚刚听到当时耶稣一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哈，一就说了神话，一把遮蔽不是一时，乃是以神的荣耀，这神的旨意对耶稣公说，因神的荣耀，耶稣素来爱马大的他妹子玛利亚。但是一听见拉萨路病了，就到说过去时的这个其他一个地方扔草了两句。从耶稣所在的地方到伯达尼的至少要走一天的路。从到耶稣一说其他一个地方，去到伯达尼拉萨路病了这个地方，哈，两路哈，差不多几日的时间。我们发觉到耶稣却逗留了两天。但是那天的耶稣他是到耶稣的地方。过后当我们来到尾声的时候，我们发觉到耶稣是在第四天才来到这个地方。耶稣拍落来这个画家到耶稣此时来到伯大尼寺的时候，已经是第四日了。耶稣口中所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应许。所以耶稣以口中所说出来的第一句话是一个应许。这疾病呢不治于死。一八六现在是不治于死。如果我们查考这个经节的话呢，我们发觉到呢，拉萨路呢最终死了。但是呢，是他现在继续透露，然后拉萨路其实是死的了。耶稣说错吗？耶稣说错了吗？当然不是。真正不是。那到底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东西耶稣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说拉萨路的病痛的疾病和痛苦呢，最终不知导致于死亡。所以耶稣一说了，拉萨路在疾病的痛苦哈，最终不会到死亡。死亡并不是故事的结局。意思就是大家死亡不是故事的结局。阿门吗？阿门。阿门。耶稣将确保死亡不会赢得胜利。所以耶稣一说是爱这。确保的这个西方会赢得胜利。你看，这是一项更伟大的事情。就是刚刚说的更伟大的事情哈。如果我们有时知道神是否看到我们的苦难和挣扎，所以你第一个是要学的，宣告的是要推荐那个苦难的挣扎的。
尽管罪的斗争是多么的邪恶，我们的痛苦和疾病是多么的可怕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做啊，是在救手术，真正是啊，在那个痛苦的疾病，而是真正惊怕到。可能今天我们有一些未无题目，说到底为什么有死亡的形象？有可能你今日话明白，到底今年有死亡的情况？因为人的犯罪，就是因地人和罪。从创世纪我们就看到神怎么的惩罚亚当和夏娃。这个创世纪那推着东西亚当和夏娃，一直是犯罪者，上帝如何来惩罚你呢？历史上邪恶的破坏是那么的丑陋。这个历史上哈，这个是亚当的破坏，是真正是老人。可是却有一个目的。但是又是在马背。耶稣明明白白的说，这并不是一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这是为了神的荣耀呢，使神的儿子得荣耀。所以非常奇怪，耶稣的破坏是真正不好的，但是呢，耶稣明明白白的说了，这个病不是一死，乃是以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子嗣因此得荣耀，这是为了神的荣耀，神的子嗣。阿们，这就是拉萨路病得如此严重的原因。所以说，就是因拉萨路因他病到安尼两三个原因。使神的荣耀能够通过苦难、悲伤，并最终呢，通过拉萨路从死里复活彰显。所以就是为着爱心，再到新的荣耀，能够通过这个苦难、悲伤的最后呢，通过拉萨路到死里复活来彰显出来。神的荣耀可以通过你的苦难呢彰显出来。所以新的荣耀，我不能通过那个苦难来彰显出来。因为在基督里，我们有永远复活的盼望。因为在基督里，关闹病，我永远复活的盼望。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的挣扎。是超过那今日所面对的挣扎。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个盼望，那是今天那没这个盼望。这一生的挣扎和悲伤。一直在所谓的挣扎的悲伤是难以忍受，是无边忍受的。可是这就耶稣基督的神的荣耀，但是叫做耶稣基督神的荣耀。阿门啊！阿门！阿门！感谢主，因为你我的存在是神的荣耀。所以今天那个我的存在是神的荣耀。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神要叫着那来彰显他的荣耀。我们第二大节到呢。爱的独特的表达，那本质就是爱来推到这爱独特的表达。那我们刚才已经有读到了，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，并拉萨路，听见拉萨路病了，就在所经之地呢，仍然住了两天。所以呢，他要读到这个经文，说到耶稣素来爱马大的妹子是就是玛利亚。阿是爱的阿弟拉萨路啦，但是听着拉萨路病了，花朵医生其他人的弟兄写了个文字。耶稣通过言辞来表达他的爱。对，耶稣通过一个文字来表达爱。那以前我是想，在很多时候呢，父母们呢，他们在教导他们的孩子的时候呢，当孩子有什么要求的时候呢，他们没有马上的答应给他们。那是在教大有阿弟的时候呢，做爸爸的做爸爸哈，伊个囝伊爱什么物件，有时做爸爸阿是马无马上的答应。对不对？我们觉得有些时候不要马上的给我们孩子或者生孩子一些东西，是为了他们好。就是我们讲先啊，我们讲伊阿是讲先，伊人爱食牛肉，讲但是伊嘛无马上就可以食牛肉，应该好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的生孩子他要开这个礼物。就是那些记得有带一个兄弟爱吃的礼物。他自己下去拿剪刀，那意思是剪加刀。他不会用那个剪刀，他不会用银子来加刀，剪刀在他的手上。他是他是加点银来去了。那我们要马上的送他去这个QQ好几遍。就觉得马上送一些这个这卡位。
后来我们就教导他说，你不会用那个剪刀，这不是真是成人的剪刀，不是儿童的剪刀。啊，所以就教导伊讲，吼，你不要用这个大人的剪刀，你爱用就爱用，不要用的剪刀。对啊，我们这个儿童的剪刀都有这个啊plastic啊遮盖住的。啊，因为那些剪刀哈，伊有的他们来路是伊用来做这个。好，我们仔细的来看。不记到第十五节，那耶稣说了这话，随后就对他们说：“我的朋友拉撒路死了，我要去叫醒他。”啊，所以根据亚瑟一直对他们说：“有这样啊，最后对他们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死了，我去叫他。”那门徒说：“主啊，他睡了就必好了。”啊，门徒就说：“主啊，他若死了就必好了。”啊，小薇姐妹，你继续读。继续读，看亚瑟说我是啊，接着他细说的，他们说因为这啊，在些所有就是误会了。亚瑟就明明告诉他们说，亚瑟啊，亚瑟路细了，亚伯我在那里做皇帝，就是为人们的缘故，好叫人们相信。如今我们可以让他那里去吧。OK， 我们看到呢，耶稣的拖延是有他的目的的。在那头的亚瑟跟第一天的拉撒路啊，拜访每个亲党和当时爸妈相合喜恶王恩爱。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培养信心。是为了爱上另外阿伯杨信心。是要澄清呢，他作为救世主的身份。啊，第二个澄清，一作为这个救世主的身份。这不是恶意的。嗯，是啊，而是为了每个参与者的利益。还是为了每一个啊，透过这件事的利益。对啊，我们知道有玛利亚，有马大，有门徒，甚至拉撒路本人。啊，就是那在到这件事上吼，都是说那是之间的玛利亚、马大、门徒。甚至拉撒路的人呢？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的时间往往不是上帝的时间。所以，朋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也在祷告那个时间，往往不是上帝的时间。我们的挣扎如何成为荣耀神的机会，或者他的延迟是他爱的表达。所以，那个挣扎哈，就是我办的时候，这个挣扎如何成为荣耀神的机会，或者或者是以延迟是以爱的表达。人的疾病，人的悲伤，人的失败，人的肉体的挣扎。所以，咱个疾病，咱个悲伤，咱个失败，咱肉体的挣扎。人无法救自己。咱是得病救自己。这些都是神的荣耀的机会。这其实每家都是上帝这个荣耀的机会。如果今天早上呢，我给机会给每一位弟兄姐妹见证呢，很多时候都是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呢。神彰显他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今天我是透过这个机会来做见证，那就在大家听的时候呢，上帝彰显的荣耀的时候，是到那今天透口张口的时候。阿门吗？阿门。阿门。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们才来求告神。就是听的时候，是让糟蹋堕落的时候，那就来求告神。那你看，旧约记载有一个人兄叫做约伯。啊，那个有约来关就听过，就在那里在念叫约伯。当他经历到这样的痛苦啊、的过后呢，他说：“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的见你。”所以那时候约伯哈，已经经过那是灾的故事哈，已经经过经痛苦这个时间哈，就过后169年，应该从灾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了。好，我们看到耶稣的拖延过后呢，是耶稣启程，他出现了。所以那继续来听拉撒路的故事哈，在欧亚洲一直啊，提前啊，就是在平安夜。那我们看到，当姐妹们听到耶稣要来的时候呢，他们马上去找耶稣。所以公司啊，专门听然后听的亚洲爱拉六那个妹妹是我是亚洲。马大是姐姐。马大是阿姐。他负责并确保一切都是得到照顾的。所以意思是互相相互之间都有关系。啊，马大找到了耶稣，就开口的说。主啊，你若倒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所以马大一直推着耶稣，一等一过，一直说了这句话：“主啊，你若倒在这里，我兄弟
不起。我们需要小心，不要将此视为是粗鲁的抱怨或者是指控。啊，其他的小心哈，麻烦你把这个我们是一个一新抽漏啊，还是啊，就是那个恐惧哈，还是在控告人说的一种哀叹。因为乃是他把心当后的唱出来。他认识到耶稣本可以做的，但他想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做。一再祷告，耶稣是无变啊。啊，做祷告就是他有底下那个路，没事，但是硬在这里硬卖硬卖走。啊，我相信我们常常也会这样想。啊，相信大家有需要的。如果上帝有能力预防病的疾病，不知道上帝还是有这个灵力来预防疾病。如果他有能力停止痛苦，也是有这个灵力来停止痛苦。如果他有权力结束我的痛苦，也是有这个权力来结束我的痛苦。为什么他不要这样做呢？为什么没那种？为什么他没有帮助我呢？为什么没帮助我？但耶稣在这里拓宽了这个视野。但是耶稣在这里一哭就能够治愈。啊、而且宣告了我们暂时的痛苦呢，将被耶稣救赎工作呢，最终的目的所吞灭。就是宣告到，不用再降低这个痛苦哈，是啊，被耶稣对奥尔来说这个救赎的工作什么所吞灭的。啊，他的工作是更大的宏大。就是意思就是在耶稣爱神经的方法是更加大过那些经历的痛苦，更加的完整，更加的完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他战胜了死亡。因为这大过就是一战胜的死亡。阿门。因为你和我服侍的是一个复活的主。今天我在晚上服侍的是一个复活的主。耶稣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”耶稣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”信我的人虽然死，也必复活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是，我耶稣说：“我就是复活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就是复活。”那相信我的人将要活下去。相信我，来将平安活落去。换句话说，当你我相信耶稣的时候呢？他不来答，就是六个万二十四亿元收。我们的肉身的死亡，并不是故事的结局。那个肉身的死亡，不是故事的结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耶稣继续的说：“生命在我。”然后继续说：“善良百万。”凡相信我和活着的人，将永远不会死。不是凡相信耶稣来那句话的人，将永远不会死。这意味着我们与耶稣的复活生活将会永远的继续下去，不再有死亡。因为意思就是说到，那把基督耶稣复活的生命，在你会永远的继续落去，不再有希望。那当耶稣对马大呼召的时候，就说：“你相信的话吗？”所以东西耶稣一个马大写的基督耶稣，你相信的话吗？不要错过这一点，迈错过这一点，凭信心的来接受耶复活的印记，就是让你凭信心来接受这个复活的印记，获得宽恕和复活。生命的唯一方法就是凭信心的来相信耶稣。最爱的就是在宽恕的福话上面，最爱的是该方法就是要凭信心来相信耶稣。所以我们看到马大的回应呢，是约翰福音中呢，至今为止对耶稣身份最清楚的表达。所以我看到马大这个回应哈，是在约翰福音上到。因此，他对耶稣身份最清楚的表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众人他们所认为耶稣只是一位好老师。因为这些圣人哈都是觉得耶稣是一位好的老师。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说耶稣是神的儿子。他们从来没有相信到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啊，正是拉撒路之死的情况引发了这种大胆的信心的反应。所以根据了拉撒路之死哈这个情形。就啊，他们朋友是非常心大大的信心的方面。现在故事继续的发展。刚刚才讲故事，耶稣已经来到伯达尼镇。耶稣跟西已经来到这个啊，伯达尼的朋友。啊，玛利亚也出来迎接他。对，玛利亚也是出来了。他和姐姐马大所说的是一样。一个要在马大所说的也是一样。面对罪恶、苦难和损失。面对这个罪恶、苦难的损失。可能我们问。耶稣他关心吗？可能我们在耶稣关心吗？可能今天你在问耶稣知道我的问题吗？可能今天我在问耶稣在要给我们对吗？他知道你的问题。他知道你的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当耶稣来的时候呢，
其他人在控制着。因为当时亚洲来到这个拜拜民族的地方，主要通过听到那么多的哀。那我们如果有研究历史呢，就发觉到外在的哀悼呢，是一世纪犹太人生活文化的一部分。那是台湾啊，台湾的文化，犹太人的文化哦，就是在台湾是有一挂有在这个哀悼是到越南生活的文化这个部分。平时的人他们也会雇佣呢，至少两名呢长笛子演奏和一名专业的库。嗯，所以就是讲吼，一个对保留的家庭吼，在咱四月一南花市二个形成的咱两个个两个啊，分这个啊，特在咱啊一个专门来跳的跳舞。啊，所以以确保公开的哀悼呢活的活动来纪念。对啊，啊，就是过年之前呢是爱做什么呢？就是公开的哀悼这个活动来纪念四月的那。刚才我有提到了马大。玛利亚和拉萨路他们是富有的人，所以当时啊，台湾人是福建哈，马代玛利亚啊，拉萨路一起在那哈是富有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的情景是好多人的支持，他们为着他们伤心。所以当时觉得不是伤心，我上来那我考量应该是在老家那老亲在那哈我考。那三十三节，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。就心里悲憾，又甚忧愁。所以公司在三十三节就说到，耶稣看见他哭，就是在人默哭，并看见他同来的犹太人哀哭，就心怀悲痛，又甚忧愁。耶稣心里深深的感动。公司耶稣在拎来杯，轻轻的公司到这分钟，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愤怒情绪。这东西啊，说这个情绪是真假，很魔的期待。不仅是失落、悲伤和同情，不是刚刚失落、悲伤，而是同情的。那你想一下，此时此刻会发生什么？这东西我还没看到前面哦。那想想有可能发生什么事？他们就把耶稣带到坟墓。所以东西来给大耶稣抓在这坟墓。那经节告诉我们。耶稣哭了。耶稣来到平安哦，这个经节里说到耶稣哭了。告诉你的旁边的说耶稣哭了。你把旁边那个耶稣哭了。啊，在经节里面呢，这是最短的经节，耶稣哭了。啊，接下来再下接来再哦，第四的意思啊，想到的经节。那耶稣看着坟墓。泪水从他脸颊下滚滚的下来。所以根据耶稣看着这个彭摩尔一直流泪满面，他知道他很快的要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。对啊，根据耶稣看到一经那一组案来叫拉萨路来复活了。可是相反的，这些对死亡本身存着感到悲痛、悲伤和愤怒的眼泪。但是呢，伊拉是对这个死亡哦，有感觉到这个悲伤，但是呢，就是会流泪。所以耶稣对死亡给所爱的人带来痛苦和深受感动。这个东西也是对死亡可以说爱人呢，带来这个痛苦与得到真正感动。那作为神的儿子和生命的创造者呢，他不仅对世界的新闻。表示同情，所以作为生来是最大善良的创造者哦，伊不光是对失去亲人的人，伊会发给伊们发伊们这个同情，对失去的朋友感到悲伤啊，伊也是对自己因为失去这个朋友，伊也是感到悲伤，他对罪的咒诅可怕后果感到愤慨，伊也是对这个罪的咒诅该自来熬过。更高啊，更得到增加啊，升级。他知道悲伤是怎么感觉。要猜到的是应该觉得悲伤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要告诉你，耶稣知道你的悲伤。对，亲爱的弟兄们，啊，是那个高，更得到悲伤，然后而悲伤。也许你有同样的感受。我可能有同样的感觉。深深的悲伤。深深的悲伤。加载着对死亡的恐惧的愤慨。还是对这个希望得到真正升级的这个情绪，是的，我们应该积极。嗯，还是有些时候呢，那是有挑战。啊，有些时候我们不会讲话，我们说那好了，那好了。啊，有些那挑战难挑哈，有些那不会打人，那我真的就难挑。
其实给人家哭是好的，但是他们好的时候其实是好的。为什么呢？从他的内心的痛苦可以表露出来，因为内心的痛苦可以表露出来，这是一个悲剧，这个是一个悲剧，太丑，真正不好看，这是罪孽的果子，是罪恶的果子，这是不应该显示的，是不应该显示的，这是令人不安的，令人不安的，并且违背了神对我们的旨意，它是违背违了神对我们的旨意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耶稣知道你的痛苦，但是亲爱的朋友们，耶稣知道你的痛苦，他关心你，他关心你，他会采取行动，因为采取行动，阿门吗？阿门，他要采取行动，因为采取。来，我们看第三，第三来看啊，第三个对，第二是在一个亚述有心来追求，来到平安书，他平安是在等，有一个石头等着亚述说：“我们把石头拿去，拿去哪里？”阿叔马仔对他说：“是啊，他现在就是潮流，因为他需要一些信息流。”亚叔说：“我不是对人们说的，我的神子与他与神的拥有吗？”他就他们就把石头拿去，亚叔不拿，马天说：“得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”第四十二到四十九节，第四十二、四十九到四十四章。我也知道你是我听人，但我实在也是为主为家庭的平安做他们神的神是你听我来的，所以在我主大声呼叫说：“拉萨路出来！”那死人就出来了，就他过着道面上包着秋风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乖乖叫他听。”阿门，阿门。那耶稣来到坟墓的时候呢，他就吩咐人说：“把石头挪开。”当时耶稣来到这个坟墓，人不在坟墓这个坟墓中，用用石头，他们在一个叫石头石头。啊，从马大的反应来看呢，很明显他仍然不明白耶稣现在要死的拉撒路复活。但是呢，他的马大一直写的人，我是在能够大家。马太五章耶稣提醒我们叫西天复活。为什么呢？耶稣已经死了四天。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根据亚撒路哈死了四日夜。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。拉撒路死了四日夜。耶稣是在四十节提醒了马大他最终的目的。所以耶稣一直是爱来提醒马太一直是终的目的。他说：“我不是对你做过吗？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”对，提前的麻烦请你留待。我不是对你说过，若信神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对，上帝通过我们的苦难和痛苦来彰显他的荣耀。对，上帝通过那个苦难和痛苦来彰显他的荣耀。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。这个是一个关键的时刻。他们把石头滚开。一把石头来挪开。我要告诉大家，在一世纪的坟墓呢，尤其是拉萨路呢，这样富裕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的安葬。那我要告诉大家，公司也能够有四次级的时间哦。当时我的人呢，左边我安放的坟墓。通常是用岩石雕刻而成，并有多个用于安放尸体的槽位。就是讲吼，伊有变到这个棚啊，是到这个棚内，关是有雷囊啊，还是无雷囊啊？就是讲因在石头切一个命个金子啊，只能做住放在石头上面。这时候耶稣大声的呼叫一个特定的人。但是耶稣一直呼叫那个特定的人。他只是单单叫拉撒路出来。一旦叫了拉撒路出来。如果他说全部的人出来。那是他们全部出来。Yeah。所以那个坟墓的死人都会出来。那更重要的是一个即将发生的预言。这个时间啊，说让在大家的心上就是这个安放生的预言。就是如果今天相信耶稣，他会在末日复活。呼唤我们的名字，就是当今日我是相信耶稣的名字来复活的时候呢，耶稣也是要来呼叫那个名。耶稣为呼唤那沉睡者，耶稣而来叫天一靠顶顶水的人，那些属于他的人，一靠属于他的人，那些所爱的人，他所爱的人。阿门，阿门。所以，我相信神的话是肯定的。
啊，相信一家啊，上帝啊，我就是天主啊。那就在主里面死的人，保护来当系列的，保护我那一个，保护我那一个，耶稣会叫他们叫从死里复活。耶稣爱我，叫伊人我命，让伊人在死里复活。阿门。如果你曾经知道耶稣为这个世界的痛苦、邪恶的去做什么，那耶稣在祷告，耶稣为这个家的啊世界的之后。痛苦到什么呢？他应许他要再来，预言会要再来，在新天地呢，永远消除罪和死亡的咒诅。在新天地来关，哎，永远来修得了这些罪啊，哎，痛苦。那为应罪和死亡的咒诅，哎，啊，得受这些罪啊，哎，救赎。流下愤怒的眼泪的那一位，啊，一个老家很老的。那没有这个问题，是我们的主耶稣，就是那主耶稣，他已经从死亡复活，已经到西方复活了，他得胜了，一个成就，我们等待的那一天的荣耀，那等待那一日的荣耀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所以我要以这个经节来做结束，所以我以这个经节来做结束。启示录21章第四节，启示录21章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真爱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也不再有悲哀，也不再有悲哀，哭号哭号号疼痛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这是我们每个信徒的盼望，这是我们所信徒的盼望。阿门吗？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谢主，感谢主。我们所侍奉的是位复活的主，那他从何来？是是我们的主，是复活的主，一直以生以外而住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副歌，因他活着。那唱这首诗歌，因他活着。让我们大家站起来，让大家站起来。